今次条片是睇楼真人 show， 我和两个朋友三个人一起睇现场示范单位，途中仲遇咗两位网友添，喺示范单位里面倾得好开心，仲分享翻我嘅遭遇添。呢条片我会用咗好多现场录音，尽量俾大家见证我现场嘅感受。呢个项目我俾出好高评价。星期日食完饭，约埋两个朋友去睇示范单位，路经宁旦天地，仲有一个好似嘉年华会嘅活动添。阳光普照之下，心情非常之靓啊！示范单位设于九龙湾一号一座商业大厦里面。现在时间是星期日的晏昼，应该 family 的时代，因为但估唔到咧，哇啊 ，A 准多个客。啊，现场哥哥望住我，但系得排队情况啊。当影完呢个 shot， 有一位穿住西装嘅年长啲嘅朋友行埋嚟啦，就同我讲话：我都望到你影咗好耐咯，我当睇唔到，你仲影唔影得噶噃？咁我就回答佢：我真系嚟影噶。当回应呢句之后，呢位职员就行开咗，从远处望实我。当然呢位职员都系态度唔好，凶神恶煞嗰种啊。我着一普普通通，如果你当我地产代理，都系搵啖饭食啫，唔使咁恶啊。系我着得寒酸，得条牛仔裤波鞋。你当我不是客想赶我走呢？请到呢位大队长真是英明啊，他看穿晒我，我真的不是买的，我来看的。齐人之后我们去排队就等入去看示范单位了。在卡打前面我们都讲回我们没人带的，自己 walk in 来看的。经过大门之后就进入去看片地区。离开放映室之后，就一位行动的女职员即刻走出来，声称同我们一起看示范单位和解释下详细资料。另外就是我們樓下是有商場，商場和住宅有關，所以地下地庫的車廠上有商場，商場是兩個，它是用酒店梯，有不同現場的地板咧，個人就唔好中意啊。不過頭先我哋都睇過，先行翻入去影，因為人少啲就會好啲。嗱，呢個工人房咧，基本上學價幾好喎，就試試正正。咁你唔好話太細啦，如果細，咁佢有啲邊一房個洗衣機，咁就都見到佢做咗曬啲嘢喎，包括啦有來水喉啦，同埋去水喉，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咁一個工人洗手間嘅合格，咁呢度就本身有個吸位啦，你可以做翻個櫃啦。嗱，今次好得意嘅，其實咧講實用性咧，個廚房大家睇下，全部新房子。全部西門子是非常之實際的，啊，牆身磚呢，大大幅，連地下呢，個磚呢，都是差不多，有差不多800米闊，是一、二、三、四，四幅，簡單，直接，啊牆身呢塊我叫做其實玻璃嚟嘅，應該係啊咁啊，畫面上面睇就冇咁靚，係一個淺灰色嘅玻璃磚啦，就雲石紋嘅，咁啊簡潔容易抹啦。咁呢邊咧就用翻呢幅磚咧就好簡潔嘅。嗱，我最欣賞咧就係佢由上邊至下邊一幅過嚟睇下。嗱，我真係估唔到咧，佢可以咧將呢一個廚房係用一、二、三、四，四幅做曬成個大廚房，底讚，簡單容易抹，非常之好。咁至於電器咧，就我一般都唔好想講啲電器啊。咁啊，西門子 OK 啦。咁咧，
啲櫥櫃咧都實際嘅。嗱、啊，咁佢都用翻一啲我哋叫一般大牌子嘅名牌嘅。台面一幅過，係啦。咁啊，大廳啦。咁我哋睇睇咧，嗰個洗澡間。通常重要嘅嘢要讲三次，我将录音加多两段。睇示范单位，清水房唔俾录影，即系第一次听。我而家尊重行动嘅职员，即时停机同佢了解一下情况。就即时问呢位女职员，我就问啦：点解现场呢个地方唔可以拍摄啊？佢就咁答啦：现场只可以影相，但系唔可以拍摄。我就问：点解呢？佢话我哋公司系咁样，我就追问啦，影相就得，拍摄就唔可以。佢就话系，我即时谂，唔通一手销售条例改咗，我唔知道。我哋啲 layman 就最中意睇电视，又唔见电视，一手销售监管局有做宣传，咁冇办法啦。为咗要同读者或者为广大嘅市民或者广大嘅潜在买家揾翻我哋小市民应有嘅权益，我就问啦，不如你问下最高领导人系咪真系唔可以拍摄啊？咁说时而那时快，喺行动呢位女职员旁边有位男同事经过，咁佢就即刻问啦。咁男同事就回答可以。我哋睇翻一手销售条例，即系香港法例第621章第42条，示范单位内可进行亮度及拍摄。内文好简单嘅，第一点，如果开放一个住宅物业冇改动示范单位，供准买家或者公众人士参观。卖方即是发展商，不得限制参观示范单位人士对示范单位进行量度、拍照或者拍摄影片。内文第四条就话，如第一或第二款遭违反，卖方即属犯罪，可处第六级罚款。好大机会，行动呢位女同事代表发展商已经触犯法例，希望发展商做多啲内部培训，避免日后对公众或者参观者引起误会。转个身，呢位女同事已经唔见咗，我哋就继续拍摄。好，呢个洗手间啊，洗手间咧个地下咧用翻两块嘅混石砖做，平非常之好，简单清洁容易。你睇下墙身咧，左右两幅咧，成幅个根本近呢。新口計啦，近呢兩三年未見過咁樣做嘅，好少講，好少講。嗱，至於咧，我哋睇翻結具啦，同埋個鏡櫃，啊鏡櫃非常之夠大啦。咁咧最好嘅就係話，佢連咧，而頂上邊咧呢條。我哋嘅肉掩喉咧，肉掩嘅掛喉咧，佢都做埋起嚟。而咧喺呢個位置咧，佢可以將成個架咧，俾你放沖涼嘅用品啦。咁啊，遇到嘢濕咗，佢滴滴滴落去喎。你睇下呢邊流曬啦，呢邊啲地方都流啦。咁而上面嘅掛點呢個地方咧，佢仲預留翻呢邊嚟維持俾你啱啱好嗰個掛點去吞入去。設計無敵，估唔到第一次開見，佢浴缸頂做咗塊石，呢塊石咧係做好成個位，仲要用三幅嚟平合，哇！真係咧估唔到呢個發展商做啲咁嘅嘢，驚喜驚喜！連呢條線，你睇下，成個下邊同上邊。呢度一幅個做料，嗱呢個加樓標準咧，真係令我喜出望外，估唔到會咁。好啦，呢一邊，呢個咧喺洗手間裏邊，呢個我叫做圍啦，或者係空間地方咧，佢可以咧用咗一塊玻璃
該後面咧係收縫牆喎。上縫牆咧，做個玻璃做間隔，變咗個 features wall。所有門框都做上頂，係比較少見，貴價樓先出現嘅。呢間係第一間客房，四四方方，好正常，又有大窗。呢一類手工位咧，其實比較少食。嗱，呢間主人房啦，呢邊攝張長樓都可以。嗱，講細絕對唔細啊！呢間房攬埋咧，都應該會有成八十尺。呢邊凹咗落去咧，都幾好用。呢、這個積界都幾好。睇埋主人房個套廁啊！這幅牆身咧，而家睇可能冇咁靚，但係現場睇咧，隻花係非常之靚嘅。但真係估佢唔到，成幅牆身由頂到底一幅六一幅角，料錢非常之唔係平嘅，係難鋪。而這邊呢邊咧個牆身由上而下一幅反轉 L 開，料錢特別貴。咁當然咧，唔好講佢啲位置做得好唔好先，但基本上真係有驚喜。而呢個主人套廁啦，嗱仍然都係喎，係一幅個，哇犀利啊！呢幅搣幾成隻，兩搣幾高嘅長混石長磚，真係估唔到係要幾多錢咧，係好難鋪工。佢連咧嗰個浴缸咧，好似頭先我所講啦，係由三幅拼構，連邊位磨曬邊，戒都唔戒手。OK， 個 parking line 就喺呢度，就算要斷，基本上兩個兩邊手點一踩埋去呢、這個位置，呢條駁位咧叫做，就算有事都是这些位置会射，即是受力要断就断这边，你都很容易补，都没那么容易中间断。这个方法是聪明的，都它开块料其实它块石呢只在湖边呢中间不见很多料，所以其实是做得贵的。老实近这几年是未见过，没有想过有这样的浴缸做出来，是完全整个位置如果收到的时候是没有，完全戒都不戒手，做曬做得好好。咁而呢邊咧個洗手間同隔離客廁係基本上一樣，有曬簾，嗰個位置藏咗喺度，而個抽風氣槽亦都有，即係唔講佢實用咧，即係完全唔得啊！冇辦法，呢幅石料，呢幅係咪石咧？好笑，其實整個設計咧，仲好過隔離示範單位嗰邊。示範單位唔好睇，睇嚟嘥氣。呢、這個加好標準，仲好過個已裝修示範單位，真搞笑。睇翻個所謂三合一嘅工作平台，同埋呢個露台，同埋冷氣機槽，呢、這個所謂大家叫做新嘅三合一。咁啊，可能我影得會比較黑啲啦。咁我唔詳細睇太講太多啦。要知道就睇翻維港一號。
呢一類嘅設計嘅利與弊。詳情可以按翻右上角嘅連結。今次尚有德團隊係首次用扭書嘅數據，用1:1畫咗一個3D空間模型，配合大數據資料放翻原有嘅地盤上邊，呈現翻四周前後左右真實環境。唔知大家有冇興趣想知道個 3D 空間模型點樣用法，點樣揾到復位所在，景觀如何？由於呢個單支樓項目啊，如果有80個留言，我哋下條片就講下點樣用呢個模型幫大家揀到一個理想物業。咁記住喺留言講低啊！同埋，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上面有用，記住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等大眾知道我哋小市民嘅權益所在，唔係俾發展商一言堂就可以。今次條片比較長，我覺得整體上呢個樓盤用料設計有花心思，質素非常之高。呢個起樓格局應該放喺何文田、九龍塘呢啲地方。最敗筆就係地板，好多木眼紋嘅 pattern， 顏色偏黃，如果淺色就完美啦。我哋呢个小小频道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只系想带俾读者真实嘅一面，好嘅会讲，差都会讲。物业硬件方面，10分满分，我会俾9分；软件方面，我会俾更高分，会俾满分10分，不过系负数。睇完示范单位之后，真系嬲嬲猪，一定要食翻甜嘢开心翻。我哋食嘢先啊，下条片见，拜拜。